one, we are now in minor heat follow terms. The weather is becoming hotter and the rainfall is increasing. So today we invite the doctor to give some health tips. So here we go. Okay, let's welcome our doctor from Dongche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 Mao. 毛老师您好。您好。哎，您跟我说一下这个节气，咱们为什么要吃苦瓜呀？啊，下边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小暑呢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暑呢？咱们进入小暑之后呢，天气呢就逐渐的就变得炎热起来。所以呢，中医呢就讲究暑热之邪就容易侵犯人体，所以呢，在中医的养生方面呢，我们就要注重这个解暑清热，就苦瓜也正好是有这样的作用。对，这个苦瓜的作用呢，苦瓜它之所以叫苦瓜，就是因为它味儿是苦的，性是寒的，而且呢，它入咱们的心肝脾肺经。有一个词儿叫苦夏，是啊，就是好多人呢，就是到了夏天之后呢，就不爱吃东西，觉得疲乏无力，他就会比冬天或者其他季节的时候瘦几斤，所以这叫苦夏。苦瓜这个东西呢，它性味是苦的，苦能怎么样呢？一个是苦能清热，再一个呢，苦能燥湿。清热呢，就是清我们的暑热，燥湿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暑湿之邪给它去掉。而且呢，这个苦瓜呢，从咱们的现代的药理研究上也表明了，它里边含有苦瓜钙跟苦瓜素，所以呢，它本身它就有让人健脾开胃的作用。那除了像苦瓜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常见食物吗？也适合这个季节。你像夏天呢，老百姓也是吃这种，比方说这个黄瓜、西红柿的比较多。但是呢，最好呢就是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是不建议吃，从养生的这个角度上考虑啊，就太凉了是吧？对。那您看这个小暑节气，咱们在家还能就除了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进行一些家庭类养生呢？家庭类养生呢，就是因为那个，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暑热暑湿，它是属于阳的，它是需要它会耗费人体的津液。就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会觉得热呀。出汗比较多也，因为汗为心之液嘛，所以耗费人体的津液。所以呢，我们在就是夏天的时候，在就是养生方面呀，我们可以按揉一些穴位，比如说人体的大椎穴，就督脉，就是第七颈椎。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后脖这第七颈一低头最高的这个骨头下沿。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下沿就是我们的大椎，就是凹陷的这个地方。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呢，可以按揉几分钟，就是醒了先躺在床上，我就按揉几分钟大椎啊，这样呢可以调动人体的阳气。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and the next follow-up is the major heat. If you like that, don't forget to follow us. See you next time. Bye.